FM 20999吕律师秀空中直播，今天的快闪直播为爱朗读，依然要来为大家朗读这一本《其实你不必为了别人改变自己》第三次的推荐阅读。今天的天气真的好冷哦，冷到吕老师以为可以去看圣诞老公公了。所以12月1号终于迎来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份了，你今天心情好吗？上班或者是在家工作都好，记得要给自己倒一杯暖暖的热茶或咖啡，来迎接美好的一天哦。伙伴，12月份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也是一个想念的季节。你有喜欢的想念的人在身边或是在远方吗？记得今天给他打个电话，传个 LINE， 或者是通个 FB， 或者是写一封手写信吧。早安所有的朋友们，很开心绿绿私塾每一天早上的为爱朗读都有你们在身边，不管在直播或者是在重播的路上，我都相信我们彼此互相陪伴是非常幸福的哦。那今天最后一次来朗读这一本，其实你不必为了别人改变自己。绿老师发现在这三次的朗读当中，绿老师也觉得自己慢慢的去清楚了这件事。我们改变自己其实就是要让自己更好嘛，让彼此关系更好。但是如果是过度的改变自己，那就会变成彼此之间的杀手，也许你就会开始有了埋怨，或者是会有了很多不应该出现的想法。所以今天一开始要送大家一把花，这是绿老师呢私塾里面的一个小布置哦，就是我很喜欢送学生笔，那有一阵子呢我都会送他们花笔。这个笔呢非常的好看，就是像这是百合花，然后呢这个是幸运草，还有不同颜色的幸运草。那我常常会送笔给学生，这是玛格丽特，然后像现在就是波斯菊的盛开季节，因为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农夫会休耕嘛，所以呢就会让这个土地上面长满了这个美美的绿肥，对不对？好，那所以今天早上要送大家这一束笔花。希望你们今天看到这一则直播或者是听到这一则直播呢会感到相当开心哦。好，那今天的课程呢其实就是跟着以前一样，我们朗读一段，然后慢慢的呢来靠近彼此的心。所以呢今天我们用这个豆芽笔，好，来盲翻一页就开始朗读了。好，哇，今天这一页叫做负责。所谓的负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思考一下负责这件事情。那这一只绿绿娃娃为什么一直跟在绿绿老师身边啊？因为它就是我的代言啊。那个很多人在听直播的时候都会注意绿老师桌上的东西，那今天要特别记住我哈。来，今天绿老师准备了一颗暖暖的蛋，有时候没有暖暖包哦，暖暖的蛋啊，等一下把它吃掉。因为绿老师最近在执行168，所以呢16个小时不饮食，然后8个小时集中饮食的方法调整我的身体哦，状况好像还不错，所以这是我等一下为爱朗读之后的蛋。但是它好暖哦，因为刚蒸起来，所以呢就可以当暖暖包。那另外呢，我现在呢在早上呢运动前会喝一杯热咖啡，然后是黑咖啡，是不加糖的。那我们在台南有一个名产叫做碰饼，如果呢喜欢用这个黑咖啡加碰饼的人，其实就可以来加一个小碰饼，这个糖量不会太高，那这是黑糖做的，好，福碰饼。那这个曾经拿过我碰饼的伙伴都觉得这个很神奇很开心，对不对？所以今天在这个直播当中呢，如果您呢觉得想要跟绿老师来通信，觉得说我们好像可以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来互相寄信的话，请你私讯我，那绿老师想要给你一个碰饼，
就是这次老板娘做的是黑糖小碰饼，它是很有个性的，就是每一次去你买到的碰饼都不会一样哈。所以今天开始我们在未来直播里面未来朗读呢，如果你觉得你期末想要跟绿老师来一个这个圣诞卡或新年卡的交换哦，那你可以私讯我，那我跟你来通信之后呢，我会附上一个小碰饼给你喝一杯咖啡哦。这个是再忙也要跟你吃一个碰饼喝一杯咖啡的概念哦。所以今天我也分享了我的日常。好，那我们来谈谈所谓的负责是什么呢？作者呢岸见一郎说，很多人不愿意直接面对人生的课题，想要逃避，所以呢人生的课题只能自己解决。这个是绿老师觉得非常棒的，就是绿老师经历了很多很多人生的课题之后，这个是我觉得相当认同而且也赞同的一个说法，就是人生的课题呢是需要自己去克服的，如果我们不克服那谁来克服呢，对不对？所以要自己负责任哦。那面对课题的时候啊，不逃避而且说我来承担的人就是有责任感的人。不过绿老师根据我之前的长照经验呢，就是因为我自愿承担自愿负责，可是你的心路历程要特别的强大，你的心理素质哦，因为你可能会面对很多无理的一些回应，无理的一些就是所谓的指导好、哦，这个指导棋呢很多人都会下，因为呢出嘴巴很容易嘛，所以在这边绿老师也要告诉大家，不要成为一个过度有责任感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绿老师在跟社工接触还有关怀师接触的过程呢，社工告诉我点到为止好，所以今天的这个负责我要送给大家四个字，叫做点到为止。太久没有用了，有点没水哈，点到为止。什么叫点到为止呢？这个点到为止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设下一个停损点。如果你的身体已经耗损到已经连生命都有危险了，那我觉得这个停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来想想看，今天的 homework 又出现了哦。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吗？你只要在心里回答绿绿老师就好了，甚至你是回答你自己就好了。如果你是的话，绿绿老师今天要请你想一件事，这件事情呢可能对你目前来说挑战很大，那你为它设下一个停损点好不好？就是我们试着停损我们的受伤，不管是心灵的或身体的停损。好，停损。好，那我们再来看岸见一郎，这是阿德勒心理学之父，被讨厌的勇气的作者，他的另外一本书哦。那所以呢他这个叙述的方式非常的容易懂。人生进展看起来不如想象中顺利，明明是自己的人生，却想着能逃多远算多远。如果这时有人问起谁来承担这个课题，还是得说出由我来承担，因为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责任。责任呢，意思就是回应的能力。好 ，responsibility， 这个英文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回应，所以我们要提出各式各样的借口来企图逃避人生的课题吗？但是不逃避呢，能说出是我们来承担才是负责任的表现。在这一段呢，作者循循善诱要我们负责。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找出各种逃避的借口，但是请不要再说这是别人或是过去发生的各种事情造成自己现在的样子。为了过得更幸福，我们必须要承担。这句话绿老师非常的认同，因为自己的人生自己扛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难去发现，也很难去想象有谁会替我们来解决这些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的小问题。有时候你觉得它是小问题哦，可是它却很重。
为什么？因为有些事情不是你一个人可以独立解决的。负起责任很重要，这是大部分人都会说的，也是都会这么想的。但是如果是自己去遇到，却难以负责。举例来说，我们害怕被人讨厌，因此就配合他人的想法，可以说是没有负起责任主张自己相信的正确事物。好，这个作者呢，他的提出的观点非常的犀利哦。他现在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害怕被人讨厌，我们是的，绿老师也是，谁喜欢被讨厌来现在喊又，大家都不希望被讨厌。但是呢，因为害怕，所以我们就配合别人，因为配合别人呢，我们就对自己没有负责。哦，他的逻辑好清楚哦，在这个逻辑底下，他是要我们去面对自己的本心。我们的本心呢，是心里面原来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初衷到底是什么？我们敢讲出来吗？我最近看到一部电视剧非常的好看，在这边我也要推荐大家来看。这部电视剧呢，是公共电视的直播，大家只要听到公共电视四个字就知道，只要是公视出版必属佳品。那里面呢谈的就是家族之间，那这部戏的戏名叫做《茶经》，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看哦，我再写在这边好了，推荐阅读。那《茶经》的这个女主角呢，就是在那个年代啊，尤其她就是又是那个客家人，爸爸呢都是直接呢以这个政商名流交往的前提，有一点就是类似公司的联盟，企业组织的联盟呢，让她就是指定哦，好，你跟她结婚。那这个女孩呢，她非常的有趣哦，她其实是个很温柔善良的女孩，但是她对于做生意很有一套。那因为只有这个爸爸妈妈已经过世了，所以他都听爸爸的。可是在第二次的这个媒妁之言当中，他发现这个男孩是一个心怀不轨的男孩，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并没有告诉他爸爸说他有听到这个男孩是个坏人的这些背后的消息，而是他直接告诉爸爸说，我不想结婚，因为你走出你的路，我是遗传你的，我也要走出我的路。哇，我觉得这女生超有智慧的，所以她就是相信自己正确的事，而且还负起责任了。所以我昨天看到这一段，我觉得超级感动的，因为有谁在那个年代，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应该这样说，父权主义还是很盛行的那个年代，平权主义还没到来的时刻，她敢说出来，而且那个年代是不允许女人当家的。女人也不能代表什么哦，是尤其在客家文化里面，她强调就是重视父权。好，所以呢，当她更勇敢地跟爸爸说，我不要结婚，但是她不是贬低别人，她说我想要走我自己的路。这里真的是让绿老师呢太敬佩她了。好，所以呢，不要迎合别人，即使多数人的反对，我们应该要主张自己觉得正确的事。好，但像这样的事就会被讨厌。所以你知道岸见一郎为什么会有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当我们说出大多数人都不能认同可是却是正确的事，就会被讨厌。绿月老师呢曾经到教育部去开会，是以民间环岛雅居共备工作坊的方式。那当时候张司长呢请我讲出我对教育的一些看法的时候，我的确是说了实话，说了正确的话。那你也知道我后来就只去了这么一次，因为这个忠言逆耳嘛，我也不晓得。好，但是事后有前辈告诉我说，哎，绿绿，你这个话讲得太白了，太实在了，有时候要修饰一点哦。所以绿老师也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太任性的女孩了哈。好，那我们负起随之而来的责任呢，又会被他人讨厌呢。所以你能不能做到不在意他人的评价，不害怕被人讨厌而活得自由呢？好，这是今天给大家的课题。不在意他人的评价，不害怕被人讨厌，才是活得自由。但是绿老师要给你一个前提哦，这个前提就是我们不是要妄信妄为 not， 我们不是妄为哦，
如果你以为绿老师在教导你妄为，那你就错了。我们没有要妄为，好，我们没有，我们是在讲正确的事，好，正确的事物我们要坚持。这边作者有讲，好，所以没有要妄为。换个角度看，有人讨厌自己，就是自己活得自由的证据。这个作者也蛮这个阿 Q 概念的，就是没关系，我活得自由，但是要活得正确。如果你每天活得很不正确，做肥类，别人讨厌你，那你这样就不对了。所以这边就是要活得自由又正确。绿老师来补充一下，如果说我们今天走的这一条路是正确的路，那就是要去做，可是你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哦。好，所以呢，被人讨厌是一个活得自由的代价。那如果你有看过《被讨厌的勇气》，你就知道这个不是叫你被讨厌，而是叫你要活出自己，活出自己的自由。每个人都喜欢对谁都是好脸色配合他的人，但是当这样的人发现呢，各种不同的人对他们说我只相信你的时候，其实他们身边并没有真正支持自己的人啊。这句话也真的是太感动了。绿绿 C 属一直是一个很小众的 C 属啊，那一直在支持绿绿 C 属的伙伴们呢，其实你们就是相信绿绿老师。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绿绿老师这样做是一个很神奇的行为，譬如说明明就没有什么经费还要做公益，他们就觉得不是很能认同。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是去先去成立一个赚钱的机构，然后再捐钱出来哦。可是绿老师本身是属于身体力行的人，因为在我母亲过世之后呢，我发现生命不是你能权衡的。在母亲那么年轻就意外过世，我会觉得把握当下做该做的事哦，才是我想做的。所以呢，简单的讲，就是没有自己的想法配合他人的人呢，在不为自己的发言负责的这层意义上，也就是没有责任感的人。所以相对的，就是为自己负责不只是言语还有行为。那绿老师这些年也是一直在为自己负责，而且我还要做一个身教的动作。什么叫身教？就是我始终相信绿老师推融合教育、推创新教学、推艺术跟文学的连结，是对大多数的孩子有帮助的。那我透过公益的方式来推，更加的显现这件事情的可看性跟前瞻性哦。就是我没有要你花钱，但是你却感觉到你改变了。所以我在想，如果说今天读这本书受益者呢是大家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受益者是绿绿老师，因为我从岸见一郎的话里面去印证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就是走在歧路上。好，孩子的课题必须自己解决，孩子必须承受根据自己判断做出选择而随时伴来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放手让孩子去做。所以阿德勒的教养学是什么？阿德勒的教养学是结果论。阿德勒呢，他不是很狠心的。阿德勒的教养就是，我希望你达到什么，所以我会有因果关系，我会告诉你，好，种什么瓜得什么，种什么瓜得什么瓜，不会种什么豆得什么瓜。这个就是阿德勒的父母教养学。那我非常喜欢阿德勒的父母教养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阿德勒呢，他是一个目的论，所以在这个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在25岁之前，大脑重塑、皮质层敏感、不愿意沟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透过阿德勒是可以帮助他的哦。好，那即使这个选择的结果会让父母不开心，父母也要解决啊，孩子不需要承担。也就是说，在教养过程，父母的选择父母承担，孩子的选择孩子承担哦。就算孩子的决定会让父母悲伤，这个悲伤是父母要自己解决的课题哦。我们也不能因为不想让父母悲伤就放弃自己做决定。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茶晶刚刚的例子，这个女孩虽然爸爸会伤心，会说
啊，我跟你这个生妹而已，我只有你这个小孩而已，这个美女，你不结婚，我的老婆会在地下含恨九泉呢。但是这个女孩说，我要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结婚，我结婚的对象也要自己决定。好，所以我们来谈谈，就是阿德勒的被讨厌的勇气呢，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说，我们很怕看别人脸色这件事，因为我们想要两全其美，甚至要双赢共赢的状态，在不破坏现场气氛这层意义上，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但是最后会变成呢，自己有想法也不敢提出来，只能随波逐流，顺着现场的气氛，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就是一个没有责任的人。那这边的责任谈的不是对他人，谈的是对自己。好，所以今天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对自己内心有一些想法而愿意从一而终把自己的想法实践的人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立下2022年，我们来做做看好不好，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就是勇敢地表达出来。像绿绿老师走上了这一条推广的这个罕见之路，一般人呢，在我这个年纪离职，应该会赶快找一个学校，然后来安身立命。但我离开舒适圈之后，就开始一直浮浮沉沉到现在。那现在回到学术界，也希望可以透过出版来做一些对教育有意义的事，甚至呢，我还非常的不害怕，就是继续往上深造的一个意愿也开始强烈的生出来哦。抱歉，我喝口水。好，大家也可以喝一口水哦。但是呢，这个碰饼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在十二月份的这一个月的未来朗读呢，如果你听了绿老师的课程，觉得跟我想要再有这个再续前缘，或是交换圣诞卡，或是交换这个新年卡的意愿呢，哎，你可以再私讯我，然后留地址给我，然后呢，我也希望寄一个碰饼给你，寄一张小小的卡片给你哦。好，在这个社会呢，为什么要认为别人脸色很重要呢？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重视协调，尤其日本人哦，我觉得岸见一郎为什么会一直写这个，因为日本人做搞的，大家听到这句话应该是心有所感哦。日本人真的训练有素哦，训练有素的专家，他们真的就是随时随地哦，都非常的有礼貌，而且是弯腰哲学的一个大师哦。你随时看到他，他就是啊，すみません，哈，就是女人就非常的温柔哎，所以我觉得我要向日本的女人学习。但是日本的社会主义太大男人主义了，所以呢，我觉得我如果去日本生存，大概也活不下来，应该会是离经叛道的女人。好，现在呢，我讲话起来可能是都温温柔柔的，可是我的实际行为是非常大胆的。好，好，我们即使处在我不用说你也应该懂的压力下，如果遇到不合理的事，也不应该看别人的脸色，保持沉默。好，今天第四个课题就是，你有没有遇到过不合理的时候忍耐呢？你是不是能说出自己内心的主张呢，而不保持沉默呢？好，你是不是有鼓起勇气提出你的想法呢？好，今天的提问非常的多，绿老师就不再重述了，我们从第一页一直提问到现在，你可以回答自己，你也可以思考一下，你甚至没有答案都没有关系哦，因为这只是绿老师的阅读心得哈。或许这么做或多或少会掀起风波，但是如果什么都不主张，只提出间接的主张，什么叫间接的，就是缓和之后的，就是不是你真心内在的，你就折中的，别人其实也没办法理解你真正的想法哦。比如说简单的讲，今天晚上要吃什么，诶，这句话我问了，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大家就回答不出来吗？一定回答出来的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主管说，诶，我们今天去吃火锅咯，今天好冷哦，我们来去吃火锅，可是你可能在日本的文化，他们就是一起，有时候晚上会一起应酬嘛，你可能心里想说，哦，我今天刚好是我的节食日，诶，我晚上我不吃火锅，我想要回家睡觉，诶，可是你就不敢讲，因为这是职场，
在职场里面你不敢说话嘛，为什么？说了就会没工作啊。所以阿德勒心理学真的好难哦，因为这时候怎么说呢？这时候该怎么说呢？好，或者是你要用老板不好意思，我肠胃炎不能吃火锅，你就要开始解决办法，因为你要贴近自己的内心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这更实在说，老板我最近太胖了，我怕我老公不爱我了，所以我不能跟你去吃火锅，但是我可以陪你吃火锅，是不是在职场上面我们能用不同的话术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呢？好，那或是在家里，好，今天妈妈煮什么就妈妈煮了算，那你的小孩是不是会很勇敢说妈妈我不要吃那个，我们的小孩都很直接，对不对？可是你敢跟你老婆说，不耶，我今天不爱吃那个，那太肥了，东坡肉太肥了，那你老婆可能会回答说，啊，那大你不是很爱吃这个？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我帮你理清了案件一郎，他不是要叫我们跟别人生气吵架，他是要叫我们跟别人沟通。好，譬如说天气热想要开冷气的时候，你不要说すみません帮我开冷气哦，而是你要说哇今天天气好热哦，那旁边那个人可能会说今天有点热哦，那在旁边那个人说对呀，我够热，然后呢你可能就说那我们来开个冷气吧。他希望呢你可能就是要用一些说话的艺术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吧。好，所以他在告诉你，你间接告诉别人，或许别人听得懂，但是也可能听不懂。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女儿说下课就说妈妈我想吃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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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听得懂？然后就说你若是了解我你就会听得懂，我们就心有灵犀两点通，这哪有可能？好，所以呢，因此重要的事情最好不要认为间接别人也会懂。好，即使会产生摩擦或是我们的主张对方无法理解，我们要先提出来，然后呢再来成为改善人际关系的突破口，因为忍耐会让彼此更痛苦。明明是必要的主张，有些人却觉得提出来会产生摩擦而保持沉默，这样的人只关心自己是不是会失去这个朋友。提出主张或许会有人反对，但是提出必要的主张也可能会为别人带来贡献，所以作者意思就是说要一本初衷的意思就对了。好，那我们刚好为大家朗读到129页， OK， 我们今天就是在讲负责，从126页讲到129页啊。那有5个提问，你回去思考一下，在这本书其实你不必为了别人改变自己，作者他表面上这么犀利的一个书本题目，事实上他在执行的是阿德勒心理学，叫做勇气心理学。你有勇气吗？好，为自己负责，提出主张，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所以呢，在这个天气里面暖暖的，先来吃一颗白煮蛋吧，或者是喝一个黑咖啡配一个黑糖碰饼。反正绿老师的为爱朗读是希望可以陪大家度过一个很愉快的早上20到30分钟。至于呢，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呢，我希望呢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思考。然后呢，如果你想要跟我一起来做讨论跟回应呢，其实呢就是慢慢的来检视自己的内在，你的内在有哪些想法，你的内在有哪些秘密，你的内在是否跟你和平共处，你是不是喜欢你内在那个小朋友，你都要去思考一下你跟你内在觉察的一个距离。今天早上的为爱朗读就到这边为大家做一个段落了。而其实你不必为了别人改变自己这本书，我们也为大家朗读了第3次，期待明天我们的下一本好书。那不管是阿德勒还是正向心理学，我相信它都支撑着我们前进到很远的地方。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天气变冷了记得添加衣物哦。我们明天见，拜拜。 FM520999 我爱你999。